老爷，您怎么知道他们会里应外合的？嗨，他能怎么干呢？他只有这么干才能赢咱们呀。只不过他没算出来，我猜出他找谁来了。可你要是猜不到呢？这不是太危险了？我替他算好几天了，就这么几人，你说他找谁呀？除了像我，他能找谁？府里就这么多人，就这么等着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？夫人把心放在肚子里。 索伦图要想保住脑袋，没几天他就得撤兵。你看着，我看不一定他这个人呀，变化无常。夫人，要不然我让秦捕头先把你送出去。你呢？我留下来跟他谈谈。那可不行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不，你走啊，至少先是安全的。那也不行，我就算死，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 老爷，索伦图又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没找他，他倒先找我来了，说是抓了个奸细。